动的，有一百多斤嘞，要四个人抬嘞。什么？你说话。别动了。慢走啊！走喽！哎，慢走。给他调一下吧，等下钓大钓到大的拉钓嘞。往外出个台呗，是吧？落地一般摇三到四圈就行了，知道吧？重的时候要重。玩笑，你五斤重，我半斤重。半斤啊？哦，不小。等一下放了啊。这个塑料包拿一下来。带一个，带一个，那个超头包拿出来。Yeah, I'm good.
搞了半天，下面还有一条咬着呢。你老早就咬住了。这是你们的，这大两条大的也是你们的。快了，快了啊！这一堆，数量很多，个头偏小。五六十条。哪个？一大桶。你都钓死最弄的，肯定钓死最弄的。这头虾。黄山米鱼哦，一大桶。150升的冰箱啊！倒了一个杯子，那个严重啦！拿去开进来的，晓得懂的。有100多斤嘞，要4个人抬嘞。走吧，你说话。别动了，慢走啊！走了，哎，慢走。我回去给你结账啊。哎，好，没事。兄弟们回家嘞，今天又是满满的一箱啊，全部都是米。跑的是跑的跑，脱钩的脱钩，还有一个嘛，装备带的不行，钓的米数也不准。哎，我一个人会钓了20-30条，大大小小，还有一个也钓的挺好的。那明天继续出发啊、哦，我们下期见了啊、哦。还有几米啊？上来嘞，给他抄一下。可以爽的啊，真的爽。
开工了，开工了啊！风平浪静，今天两个老手来了啊，老师傅来了啊！今天搞好一点啊，最近带的都是新手了，都不会搞了，老手要爆香了啊！我也是毛山啊。好嘞，就是这样，好嘞。再来了啊！啊，跟黄鱼一样了，这么黄。不要紧张嘛。不紧张，不打的啦。这个老牛，这是金毛开了，能抢吗？哎呦！还有几米啊？20块。吃奶的劲哪点出来嘛？我走了不好。还有几米啊？上来嘞，给他抄一下。你抢吧，哎呦，没踩过。哦，可以。啊！爽的啊！真的爽。站着，往哪里哦？三个人同时中了嘛？跟着大师总是不错的啊！大家伙还没来啊，小家伙先搞起来。热身。好了，不用了。小米先搞起来啊！不怕。好。
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两块了。两条了，扣底的稍微摇一点，不要把风筝动一下，动一反正也是三十六七米，对吧？我跑掉了，你这个人掉了三个满了嘛？个头都挺大的，啊，三十五米中的还是上中的，32米了。
又骗人了。敢不敢？啊，可以，也算可以。我算是大家伙的。哦，可以可以。这天像什么鱼啊？米鱼又不像米鱼，黄鳝又不像黄鳝。黄鳝，黄鳝。啊！我也来一条，我也来一条。半天一条正钓，快好快好，一摇就爆箱了。这个大半箱啊，这个一箱，这个黄鳝，拿起来看一下啊。这个黄鳝厉害了，3斤多了，这个黄鳝。好嘞，每人送4条。哎，爆箱还要送。抱歉，老板客气啊。被约了吗？回家了，回家了哦。两位老师傅又爆箱了，每次来每次这两位师傅爆箱了。回家吃饭啊，休息几天了啊、哦，过几天再出发啊、哦。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